心把狗子的饭碗压扁了。今天打开抖音，发现我们家狗子火了。对不起，我停车的时候是真的没有看到你的碗。我是今天抖音榜上被压扁饭碗的当事狗。昨天中午，我爸停车不小心压扁了我的饭碗。今天他带我到宠物店选碗，我选了我喜欢的猛男粉。我已经原谅我爸了。